专门咧煮美食吼吃，都是传统的。我们这里最传统的就是以前西班牙就是做那个什么，姜饭啊，姜饭，那个要主要消耗很多时间，它是直接用生米弄死那个大大灶啊，就你后面看的那个灶，用木材这样把它烧煮起来等等。那个隔一斤嘛，把它做成面。隔一斤，对，以前的人，他隔一斤他不会说拿去做面啊，那你就是直接容易变成粉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拿来把它当成饮料喝。哦，加黑糖要泡。对对对，豆腐酱的是我们现在在推的那个什么超啊豆啊。对啊，那个也是请那个以前那个阿嬷，对，来教我做。我啊，根本教也老了。